哎，那个手电筒怎么拿出来啊？那个啊，按 tap，然后选手那边用滚轮选的。结束了，才想说要来浪一下而已，就结束了。哎。太可惜了，本来想要经过唱一下《路边一棵》。阿杰大大，哎呀，继续唱。哇塞，玩的火气这么大啊！快拿出你的乌克丽丽来一首吧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只是想说，本来想说要过来，你已经要收了。对啊，但是我在录影呢，我有在录影。啊，你在录影呢、啊？真的假的？好啦，不打扰警察下班了，拜拜。就这样走了。啊，对啊，不然呢？没有戏唱了、啊。我还想说看你们我。火气这么大，想不来闹一下，结果有人就走了。咦？哎、欸，不输惊了过来啊！不输惊，下面不输惊。刚到底是怎么啦？为什么玩到火气这么大？没有啊，就这一次更新的内容啊。只要哎、欸，我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哦，真的也不要对其他玩家太严格。我觉得怎么说？突然知道，因为我觉得。像我们玩这么多 RP 啊，说实在，真的没有像现在这样子。大大，你在线上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演归演是可以，但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是在拍影片，所以有他们不能够承受这样子。那就像我有时候这样子，啊？应该不是我。我不知道刚刚怎么了，我刚不知道怎么了。哦，刚刚那个，因为这就是因为是这一次更新。只要跟黑帮交易，因为我们乐见有绑定系统，然后我们要操作，一定要用黑帮的那个专属的东西去用，那这个东西就有机会去触发到与警察自动连线，去追踪那个卖家的所在位置。所以警察会有追踪系统的，对。对，就像他们刚不是一直收到吗？你们是不是有一直收到？有啊，有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他就说是我们报警，我们黑吃黑东西拿都不给他了。重点是我也被抓啊，我又没有因为这样我又比较好过。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解释清楚啊，不然我觉得感觉，哎，更新的东西用心良苦，然后还是被人家用成这样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啊，他们不知道啊。这也不能，我是觉得就是，因为你们是后来才跟他们讲这个规则，我相信在场的各位应该知道我在玩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啦。干最好是这样子的，有吗？有很多争议吗？哦，拜托哎，我老是被抓，我都没有吭声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我说我在玩有这样。被抓了就被抓了，像那种我跟你讲，正义的吗？就算你没有，别人看也是会觉得你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吗？就像你看，像今天出的影片，我还刻意把你打警察打死的影片剪掉。我没有打警察。有啦，你要我 review 下给你看吗？你那边有吗？你那边有啦，你就把他从机车打死的啊。没有，那是我踹他的车。啊！但是他死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吧？对啊，那是不是你是不是坏榜样？我是想说踹他摩托车而已，然后就把坏榜样。你看我把，所以我把那个都剪掉了。坏榜样，美国人，所以这个就会沦为人家的把柄了。哦，坏榜样，啊、谢谢。这个是。怎么讲？因为就这样讲了啦。
那是因为我有特殊身份在，是说自然而然，你所有任何的行为举止完全都会被放大检视，这我觉得很正常。这个是这样啊，没办法的、啊，你不能避免他们的。但我说真的，来，你们在场的警察都讲，我玩被抓有在那边鸟小什么有的没的，是皮亚蒙蒙的啊，哇这是哇外榜一样，乖对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，没有，我跟你讲一个，那个什么，刚我在开的时候说什么毛毛什么生气什么的，是又怎么了？哦，那个。那个，如果你有看到那个直播记录档的话，你会最前面跟他起争议，不是我，那是我没有看啊，我只是听，那时候我还在开，我只是听人家讲，什么什么生气关直播什么，我是处于事情的警察，那个有点争议、啊，哎，所以他是怎么了？就因为他身上被发现有伤钱，有发现你身上有毒品跟枪械。不是啦，我来讲啦。那是因为他们毛毛跟另外一个两个在那边制毒，然后之后 Jack 开车跑去那边闲晃，然后他们以为就是要来乱的，啊不知道是 Jack 就先开枪打他，打 Jack， 那 Jack 不爽。突然讲说，来，载我去车库那边。哦，我就去车库靠边，他就直接给我一直开枪，然后一直开枪。他是有 ，Jack 有开到那个点吗？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那个要去看那个毛毛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有个被红卡，你刚才想哪？咱那的直播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人底下讲警察袂当塞到附近？俺个伊唔知啊，所以伊的单啊，就做这有诶无诶。哦，我也只能讲啊，反正，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反正不可能做到，没有东西是十全十美的，只有互补而已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毛毛可以瞬移啊？那不是毛毛啊，那是当事人在这边啊，大哥大，当事人在這邊啊，对啊，他换头发啊，你直接问他、啊。哦，这个是毛毛，我以为这是 Jack 嘞，不是啊，他换发型啊，是 Jack 啊，他换。杰克，怎么了？这杰克吧？快榜一样。对啊，杰克、啊。怎么了、啊？对啊，这不是毛毛啊。对啊，杰克、啊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开会啊？像刚什么事？没有，我只是进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了。我本来只是要进来路边一颗而已。什么问题？你问当事人最快。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我说毛毛为什么？刚刚我在开直播，有人说什么他生气关台什么东西？哇才，就可能就是角色扮演啊，就是，因为他开我是找他，然后他就撞我啊，我就不爽，我就追啊，追他就开枪打我，然后一路追到车库去，然后对啊，然后就开始了。就一连串械斗啊，就关台就对了。对，哎，真的无聊，真的。哎，你不要把我那个讲脏话的录进去啊！哈，我已经上传了。要维持清敏的形象，最好啦。哎，你把那个剪掉啊！哎，我没有讲淡阴阳那个没关系的。也、完全没剪就直接上去了。哦，你讲讲你直播没有关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有，因为我有关啊，我现在是录影，我明明就看，我明明就开着你的直播看了。其实也还好啊，我在玩也很少有争议的。有关嘛，开心就好了嘛 ，EQ 高一点就没事情。游戏乐趣。那个还没开耶，那西部，我刚才看的他还是 offline 的，还没啦。那个我记得他们那时候说这样都是五点才会开，哦，好中午哦，早没有早上五点，好嘲讽，怎么嘲讽？哦，我说你说的那个，你说那个 EQ 高点好嘲讽，
哎、欸，我不是说你呢。我 EQ 很高啊，你有看我在放映的吗？对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不要就这样就生气了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啊？下一回还不是一样跑进来啊？这样不是给自己难看吗？哎、欸、妹，干嘛一直生气？因为只骂脏话嘛，对不对？就笑笑就过了。对嘛？那该死的警察都老是让我钱是领的。啊，你讲啥？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啊，我不讲啥。哎，学弟啊，你讲怎么处理啊？哎，两个乖啊。他讲说，卖啦卖啦卖乖啊，总是让我钱都是领。哦，这个翻译一下，你们都嘛，都嘛只弄嘞，你看。哦，是呀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一滩血迹啊。都会啊，你看。啥鬼啊！你是一切真的只是游戏啊！不要太认真了。哎呀哎呀！啊，该演戏的时候演戏是好玩啊，就不要过当就好了。啊，就10块啊！啊，他们是花钱进来的，毕竟他们会觉得很多人不会去体谅那种服务的感觉啊，就是花钱的最大，一定会这样子。哎，有同感啊。对，有同感。对啊，所以就算了啦。啊，那个摆明就是要闹事的。像我今天就是无缘无故被卷入这一场纠纷里面的一个受害者。不然他们就会这样怀疑啊。讲我。那、啊、就是不是、啊、不是刚才才发更新？是 Jack 哦。那个怎么讲？是 Jack 跑去那边闲晃，那时候我人根本不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无缘无故被卷入这一场纠纷里面，毛纠纷。嗯。唉。真的是啊。哦，弄丢啊！应该啦，麦加球，麦加球，哦，麦加球，应该啦。太依旧啊，太依旧，很痛的呢。阿姐要做回来无？哈哈，看你做回来啊！啊对啊，卖安尼啦！啊，你讲什么啊？没啦，卖安尼。要做为什么？打电话啦，给他打电话。怕婆啊！我不会叫你做怕婆啊！我无看。有瀑布。我以后要跟在阿姐的屁股后面。啊？什么？我以后要跟在你的屁股后面。对啊，你靠屁股干嘛？那一定应该很多人啊。咱们一起搞事啊！来，我也跟在后面。我都没有，我都不搞事的，我都不搞事的。嗯，那个看阿姐搞事。对，康哎、欸，你看我每次上线都嘛很乖。人家老王搞事。康哥带你们看中国 RP 黑暗世界的一面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我发现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爱看 RP 了，就是要看那些有的没的。我刚本来是要来用别的东西，啊，结果看你们在那边吵架，哎呦，其实还蛮好看的。对，咱们喜欢看吵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有一种台湾人的喜欢，我真的火，你知道吗？我会火气很大，舍不得关掉的感觉。无缘无故被他打哎、欸！啊，我啊，这个这就很难讲啊。他也会带风向啊，哎。原来是这样哎。没有，我觉得 Jack 像你跟康康就是也要。就是不要，就进来的时候你们就当作是一般人这样，当然你们有权利啦，只是我是说就是不要。我一般人啊，我那我搞特权啊，来，警察都讲我什么时候搞特权？没有，是他们啦，是他们会这样觉得啦。我不有什么意思哦，我不有什么意思哦，不中听就抓去关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能有这种心态啦。你要想象你也是进来这样，虽然你是这个社会的老大，对啊，讲而已。按照，爆麦啊，爆麦啊！胸口，是
哎，吃头，两台拢凹了，搁继续赛。哇，救护单位要来啊，没有哪讲。不错啊，这也是另外一面的 RP 啊，也是蛮有趣的。你这个应该要剪精华，这个比较有趣一点。争议多多的 RP， 你说这个剪精华吗？啊啊这个就是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比较多人来看。这个就是秉持着自己的极简嘛，啊，反正谁也看不到啊，谁说了为主啊，这样。太好了，我连剪都不用剪，直接上传了。哈哈，哎，我只能说一言难尽。那没办法啊。救护来了，救护来了。他妈的啊！结果他妈的都没有一个警察愿意为我讲话。这群狗娘，这群狗娘养的，枉费平常对我们那么好，五日一小宴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薪水发太少了，公平吗？啊，薪水发太少了，靠，关我屁事哦！我就不是警政署的人哦，查我身份也知道。那救护车久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无聊了。很好，那个。好像就是每天看你们拍戏这样子就够了、啊，哪里有热闹哪里跟着去，这样相信一定会产生一些问题。像我跟在阿姐的屁股后面热闹一定不错。对，好了，我的事情在找我热闹的。对啊，你又不要求我们一起去热闹，我只好被动转回主动。没有，我都还不知道你们要干嘛，你们就启动了。好了，我只是想说，哎，进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了而已。不行啊，你还不能走啦，你走了我怎么跟在你屁股后面？不行啊，我要赶快把游敏拍完，这样明天才可以玩狂野西部啊。你自己玩哦，你自己拍哦，今天奇怪没直播呢。啊？不行啊。有直播吗？游敏今天？我还在测试啊，哎，我像我刚刚去拿花、啊。你走了，跟在你屁股。没办法把花放在手上，哎、欸，它会跟着身体一起动，哎、欸，好麻烦哦、喔。可我看国外的人可以，好厉害。我刚看你是在玩那什么极速什么？极速快感啊。好玩吗？线上我想故事拍拍就不拍了，敢打那种龙，还没弄沙尾。而且玩那个超有争议的，大家都在那边嘴，就说啊都不会开门，一直撞。有种就进来看有看，真的。最近不是有一个新游戏吗？那个恐怖游戏，那个之前那个什么绝什么精神病院的第那个新游戏。一二代，那你做那很久了吧？好辣手，有吗？蛮久了，有一段时间了，久了。啊，那是邪入侵吧？啊，也算新的，算新的，第二部啊。邪入侵了吗？新啊，我觉得好像最近的。对，邪灵入侵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大家都拍完了，啊、那个在拍没有？啊，你不打算拍吗？不要不要，一种独特风格啊。没有独特，大家都拍了。像我就可以去帮你配音啊。哎，对了，美国是南部嘛，对吗？美国算南部吗？有南美跟北美啊。沿着去西边啊。就像我朋友每次问我讲说，我比较喜欢看南美的还是北美的。我都跟我朋友讲说，我比较喜欢欧美的。打鱼片哦，学弟。奇怪，为什么讲话听起来都会爆音？这空调诶，你告诉我。他们都把麦克风塞在嘴巴。最好这样讲。啊，那先这样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那我们这次的对话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去换回我的衣服，然后就走摊了。这次没有直播在记录档里面啊，就是我是用另外在录的嘛，刚好看到他上来。那我会另外放在这个 YouTube 里面，我连剪都不剪啊，最近时间不够啊，没时间剪片了，那就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